但是我甲维明甲讲，咱人生在世，唔是干那为家己尔，咱爱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地方来拍拼，对不对？对。求一个名啦，留一个好名，予人笑脸啦。所以我讲吼，我看伊面相，你看一表人才。有假对无？有笑眯眯啦，对无？有福气啦，福气。咱若笑，真是爱拜托大家。既然恁支持惠美啊，我还够三年空啊的这个任期，咱就是一定爱甲咱中华互伊向前行。我嘛要甲大家报告吼，这段期间来，咱确实哦，拄到真多问题哦。咱呢，我举一个来讲，我知影讲咱做馆长袂使分哪家的。因为所有事即马是伫五月的出头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去无论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、部委、首长来，我拢去陪呢。咱嘛有足时间会甲阿妈讲，你先陪啥？但是因为资源伫因的手头，咱呢，伊是我的长官，我爱甲咱中华的建设、中华的民意爱反映给伊，对不？所以每一届来。我拢甲咱中华输球，我拢有去送陈情书，大概去，大概有拜托，有好无？有好，有好。所以咱爱选一个家己的人，要甲咱中华来斗三工。咱过去拢讲哦，决战中台湾，然后拢讲中华赢，台湾就赢。但是用伊赢了，尻川下拢做伊走啊，无人要插人。啊，来，互咱的这个啊，细碎。无法度，遮多传统产业薪水都无悬，所以只有来去北漂、南漂吼。所以我伫遮真是要拜托大家，咱中华爱行出咱家己的路。咱有几项建设伫咱中华市第一东区都市计划，东区都市计划真无简单，透过专家学者伫咱咧开会都市委员会，就甲伊分做四区，四区内底一区就是台华，甲咱中华县政府上单纯，啊，都土地拢因兜的。啊，看要安怎话，啊，甲县政府两个讲啊好就好，但是呢，人伊嘛发作，伊还佫三间厝，你还佫去问看袂啊？嗯，安尼来去八个月，啊，然后咱咧新都市计划时阵，伊甲咱讲，啊，你先捷运啊，你转先飞啊，无都市计划是要怎过？咱咧选往这绿线捷运，讲你都市计划爱过啊，无你车头是要怎出来？啊，这咱都无人，我都替咱协调。啊，要我做你未来两个部会来叫来。对，你看要安怎核准给我？我就是要做就对，人伊都唔做啊。所以咱要选一个有法度替咱争取，有法度为咱中华市人的这个生活，要让咱中华市进步的立法委员，安尼好不？好。斗三，要冲要冲要冲！斗三斗三斗三！你讲讲一场吼，佮讲讲国民党。